干爹，怎么，你还没有起身呢？哈哈哈哈，相夫相夫相夫。干爹，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约了几个熟朋友吃顿饭，你干妈说恐怕三缺一，要你早点来。好，我一会儿就来啊。哎哎，告诉你呀，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看你呢。 啊，我的干儿子，谁呀？啊，是不是张仲良啊？嗯，现在不告诉你。好，再见啊。什么干儿子呀？你不是说的是我吧？ 不说你说谁呀？嗯，我不是告诉过你，你要在这里混，就得走他的门路。你马上就要高升做他的私人秘书了。不送，不送，不送。 干爹，哦，你来了啊！干爹，喏，这就是你的干儿子。我的干儿子，恐怕是我的干女婿吧？嗯，干爹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烦恼的人。啊，我要知道烦恼啊，嘿嘿，我不早就该憋死了吗？嗯。<笑> 这位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忠良，也就是我干女儿丽珍小姐的，那么是我的干女婿吧？啊！你不要那样，古人说得好，知女莫若父。 我的眼睛多么厉害呀！一说就说是他心里去了，所以他是着急了。这一来，忠良不是更可靠了吗？<笑>好好好，忠良以后跟诸位还有经常的接触，让我介绍介绍。<笑>这位是崔经理，是经营汽车业运输界的巨头。<笑>以后还希望多指教。<笑>请安，请安，自己人自己人。<笑>这位是白少魂老弟，是经营百货化妆品的权贵。请安，请安。哎，这位啊，是朱老板，是经营迷你大量的大网红。<笑>请，当然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哈。这位啊。 是科局长，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久仰久仰，来请坐，请坐，请坐。哦，还有我们棉纱大王呢。龙虾，龙虾啊，龙虾，龙虾。哎，请参观啊，对，请参观。这啥东西？啥东西？龙虾，龙虾，这个在重庆啊是难得看到的。那个是啥子？这叫龙虾。 你们四川没得，是用飞机运来的吗？谁是从加尔各答飞来的？<笑>来来来来来，还有一盘螃蟹。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这是上海最出名的养蒸虎多扎，多扎哈也飞到重庆来了。看起来呀。 看看还可以多看几年喽，是吧？你是下江人，你懂得怎么吃法，请你去教教我的四川厨子，好吧？这个螃蟹真肥呀！啊，这个螃蟹坐飞机啊，上海人有句俗话：“多扎哈乘飞机，凌空不扎呀。”
看一个大花嘛。你们大家是不肯卖力，不肯帮我姓张的这个忙，就算了嘛。哎，张先生，您真是冤枉啊！我们连腿都跑断了，你想有谁我们还不想做吗？对呀、啊，对呀、啊，好。恒泰最高最高只肯出这个数目，漂亮吗？您看怎么样？不行，差得远。真没看见过，做生意像您张先生这样门槛金的。哎，忠良这样精明能干，都靠你的教导有方了，是不是？魔鬼。像我长得这样难看，自然是魔鬼了。不然你为什么不教导教导我呀？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哎，常言说得好哦，负心女子痴心汉。别胡说了好不好？那么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完了，非要等下一辈子不成了？死的！壮丁离开了家乡以后，家乡就沦陷了，他的女人也给炸死，而且死得那么惨，连尸首都不全。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棺材都买不起，只好用席子活着把它埋掉了。已经到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搬出去？先生，您做个好事吧。先生，他们都是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啊。废话，这个地方司令部要用，叫你们马上就搬出去。来，搬出去的，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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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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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旧部队的同事，到办事处来找你，他留下了两封信，说是从你队上转来的，是你的家信。两封信已经走了三年多，而且还是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寄出来的，是嫂夫人寄的。不要提这个事情，你真是一个非常嫉妒的女人。假如给他知道了，一定要闹大乱了。 我看看，没有什么，很久的了。我看看嘛，真是没有什么呀，还不是乡下人要来信，要借钱。我要看看，这有什么好看的？你这，你在找什么鬼？哎呀，张太太，您别误会啊，这确确实实是人家向他借钱的信。 你要是欺骗了我，哼，我要是欺骗你，我是个王八蛋，行不行呢？这，哎，请大家注意啊，我提议钟良兄跟李真小姐表演这个探戈，哦哦，唐伯虎，唐伯虎，唐伯虎，好，再往下，往下，往下。
哎，你是跳舞大王，谁知道？马上要到上海去啊！哦，那当然了，那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待我去处理呢。我想飞机一通啊，我马上就得飞上海。那么好，现在这边所有的东西都立刻已经跌得不可收拾了。上海这个码头在刚刚收复的时候，一定大有可为呀。最好我能跟您走一趟。哎，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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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呢？你？哎，慢一步吧。女人不会马上有飞机位子的。嗯，这七八年来在这个鬼地方把我已经苦够了，我也要走。我负责，随后总替你想办法就是了嘛。不，哎呀，你何必现在这么着急呢？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准备一切了。看样子啊，他们又得打一架。让我先去捞他一票，你来享清福，这还不好啊？不，事实上你现在马上是走不了啊，而且结束这儿的事情，也必须你自己来料理。要是你不反对的话，今天晚上我就打个电报给你表姐，我一到了上海就住在她家里头。哼，你的如意算盘倒打得不错。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有一件事不放心。什么事情不放心呢、啊、我的太太？我不看着你在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哎呀，我的太太，我现在是个事业家，我又不是个拆白党。我要是到上海胡来的话，上有天下有地，让我从飞机上的摔下来。哎呀，谁要你，讨厌。到了先给我买几件大衣，料子要好的。当然了呀，我张某人做事情还会有错？谁不说我张某人从来就是一个
太太的忠实的信徒啊。不要只听骨头了，好不好？你看你又来了，你。哈哈哈哈哈哈！外面大家都在说，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叫和平了。那么说是真的啦？许多人都在偷偷的讲呢。听说有人偷听到无线电播音。是吗？哎呀，谢天谢地啊，要是真的能够和平就好了。是啊。他妈的，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哎，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哎，快点快点，还有柜子里的。温奶奶。怎么你要走了？是，我要找温经理。外面的风声很紧，我在上海仇人又太多，我想我还是先逃到乡下去躲过一个时候再说。你看怎么样？可是有什么怎么办？天都塌下来了，你的保镖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去吧去吧去吧。那几个佣人都在稀里糊涂，我看都不是好东西。他妈的，全让他们给我混蛋！谁呀？电报。好。什么？是一个电报。重庆来的。哦，张忠良要陪方浩峰飞上海，哎，我们好好招待他一下，也许可以替我们想想办法。是啊。谁呀？开门开门呐！门呐，哎，这坐坐坐坐坐坐，文静，对不起。鬼子投降了，不再打仗了，我这双脚也就有了劲儿了，我一走就走出来。妈，您坐。恐怕忠良还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儿吧？我们寄给部队转那么多信，有些应该收到吧？可是他一直没有来信呢。内地寄上海的信，怕是寄不到。外面很多人都没收到信呢，回头我到从前住的地方门口贴个条子，那么他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找不到我们了。对了你穿你爸爸的衣服干什么？我是爸爸，刚刚坐飞机回来，你们好吗？好孩子啊，等爸爸回来了，我们也就不要再受苦了。
温太太，您不认识我了吧？大夫，自从接到你们的信件电报，我已经到这儿来欢迎过你们三次了。真是太对不起您了。大夫，你发福了吗？哦，对了，以后我应该叫您做表姐喽。可不是嘛，我们早已经是亲戚了。以后要常常来打搅你们了。你瞧你为什么这么客气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冬凉啊，啊，冬凉，你还住在？我住在温经理家里面去。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燕女士，就是丽珍的表姐。这位是大兴贸易公司的胖浩公先生。胖浩公先生，休养休养。温太太，温经理好啊。还好，谢谢您。哦，好好好。好，小姐，你还记得八年以前我曾经到你这里捐过一次棉背心吧？想不到今天我住到府上来了。请还请不来呢。真的。哎呀，你看你真的醉了。你去睡吧。小姐，我真喝醉了。人生难得几回醉哦。这个样呢？啊，文燕，你来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是谁呀？她是谁呀？你说呀，你说嘛。哎，你现在还管这些干什么？我求求你好不好？我为你东奔西走，想尽办法，吃尽苦头。你现在还要瞒着我跟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你还有良心没有？哎，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在坐牢，我是个犯人呐。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犯罪？你这个死无鬼，你这个无知的王八蛋！也只怪我瞎了眼睛，跟上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一辈子受你的欺骗。好了好了嘛。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还给我吃这种短命醋，真是。好，照你这么说，难道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潘浩老跟张栋梁怎么说？还有，你律师到底给我请好了没有啊？你还问这个干什么？
你还要叫我去请律师？那你为什么不叫那种不要脸的女人去跟你请律师？他妈的，你这个，你不想想老子当年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呢、啊？你真是太不讲理了吗？你这样不讲理的女人，你呀、啊、就等着枪毙，要不然就在这儿住上一辈子。呸呸！出去出去，抓不住他，抓得住。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跑得我好苦啊！唐后老到底是有办法，你看，只要他一句话，就把所有老温存款的户头名字通通改过了。No！ 啊，好了，现在我放心了，啊、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了。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在这里头了，放在什么地方好呢？交给我好了吗？好的。放在我这儿绝对保险。可是丽珍要到上海来了，怎么办呢？手段要那么毒辣，又有一个老而不死的庞浩公，他的干爹做他的靠山，我拿他真是没办法呀。好了好了，傻瓜，还说这几个干什么呢？我当然不能让你为难的，她是你的抗战夫人，那我就做你的秘密夫人好了。怎么，给忠良的信没寄出去？寄不出去了，为什么？我去一问，邮费涨了九倍。涨了九倍呀、啊！是，所以寄不出去了，要寄还差一半的钱呢。想不到我们连封信都寄不起了。张嫂子，不是我来逼你，你也得替我来想想啊！你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付过租钱，难道说我也不要付给大房东吗？对不起，这都怪我们穷的不好。你不要看这个赛台楼，现在房子那样缺，我要是顶出去，最少可以值半根大金条呢。可是给你们散的，连几个房钱都付不出。真对不起，我一定想法子尽快给您送过来。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够了。你们吃吧。妈，你怎么不吃啊？是啊，你也吃点吧。哦不，我刚才在外面吃过点东西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去帮人吧。帮人？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您不要难过。要是人家知道我们张家的媳妇去帮人，将来忠良回来了，还有什么脸见人？我想过了，我不说姓张。妈，我找到了人家。再回来告诉您。二爷，您来了。哎，你有什么丈夫吗？走走走。先让我进来吧。小大姐，不要。先生。我气好吗？你就是太瘦点儿，
哎，二爷，公馆里有的是吃剩的菜饭，要长胖了不容易。我看他的样子倒是挺合适的，那么就是他去吧。好了，就是你。谢谢你。哎，太太起来了吗？刚刚起来。拿到后边去。晚上。哼，酒鬼。到楼上见太太去。太太，娘姨来了。太太，太太，您看看。这是太太。太太，你是哪人呢？本地人。你的丈夫呢？在乡下。你婆家姓什么呢？姓刘。那么以后就叫你刘嫂好了。你管洗洗衣裳，有空的时候就帮厨房的忙。好的，到这儿来做娘姨就得守这儿的规矩，要紧的不许多管闲事，知道吗？我知道的。就让他住在厨房边上好了。好的，去吧。哎，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要找到我，真讨厌。哎呀，你再睡会儿嘛。不早了，我也该起来了。陈总，要不然那也真烦。从前那几个佣人老是在背地里鬼头鬼脑嘀嘀咕咕的，真把我给气死了。谁让你自己不规矩啊？哎呦，假正经，你这样算是规矩啊？当然喽。这些衣服洗了都要烫的，晓得了。我们来接过您有十次以上喽。真的？哎呀，哎呀，表姐，你比八年以前长得更漂亮了呢。哪儿啊，老了。忠良，你看表姐是不是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哎，是的，表姐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是啊。妹夫是嘴上话，说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说我哪有表妹漂亮呢？忠良啊。哎，忠良，我来了，我来了。哎，忠良啊！哎，我听说你现在出进都坐汽车，乱说，往洋房运好几座，现在金条发了不少了，大概物资登科了吧？听说，听说的。我现在比不了你了。来来来，还来得及，来得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艳女士，是我的表姐。崔经理，谢谢。好，走了，好，对不起，我先走了。你先走，我住在百乐门，待会来看你们啊。行吧。这也不是姐夫一个人的事情，慢慢想办法好了，别难过，别难过啊！哎，上海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热闹嘛，电视店的。
表面上看不出来罢了。十二点钟以后还是要戒严的。十二点钟要戒严，那多没趣味呀！哦。中午的金匠和美钞学的怎么样？喂，哎，卖包卖包。现在停下，就算停下，停停下，哎呀，小兔，路大路，我看到路大路了，啊，对。表姐老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你看一切多么舒服，多么整齐啊！真是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我们幸亏有这么一位好姐姐，要不然我们真要住马路边上了。哪里呀、啊？大家还不是都是自己人嘛！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讨厌我这个做姐姐的，这儿所有的还不都像你自己的一样吗？哎呀，表姐，别再说那些傻话了，赶快告诉我还有什么好玩的。啊，对了，明天是双十节。上海要举行大庆祝，一定非常热闹的。我们这儿也等着你来参加鸡尾酒会呢。那我总算来的是时候了，简直巧极了。啊，对了，我去叫他们给你预备点点心啊。又要表姐麻烦，那有什么呢？啊，你们要什么，请领好了啊。好的。这是现在上海最时髦的样子了，尺寸都是按照你寄来的，怎么样啊？啊？嗯，不错。但是大衣嘛，就有八件之多，我办事情总算不错吧？错是不错，不过你自己的大衣西装也做得不少啊。哎呀，我的好太太，我如果穿得太憋屈了，你的脸上也并不光彩。啊、哼，说得那么好听，倒不如说你自己爱漂亮。哎呀，话不是这样说法呀，我们总算上等人了吧？上海这个地方，你衣服穿得稍微差一点，你就走不出大门呢。好了好了，别说这个了。来，坐下来。我要问你一句话，你可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什么？你到上海来了之后，没有胡搞吧？哎呀，这真是天晓得呀。我到这儿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些事情，每天忙得我焦头烂额。我可以发誓啊，谁要你老来这一套啊？哎呀，我上飞机的时候，重庆正在下大雨，你看弄得一塌糊涂，快叫他们去洗洗吧。鬼头鬼脑看什么？慢点，拿去洗洗的。昨天洗的衣服都烫好了。嗯，你好好的用水把干净啊。好的。哎呀，这肉麻死了，
现在他从前的老婆也来了，看他们该怎么办哦。哼，恐怕要打破粗罐子了。哎呀，老实说啊，他们都是妖孽。哎，请大家注意啊，请大家注意，我们庞董事长有言论要发表。哎哎，诸位兄弟，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小小的建议。今天是双十节，是我们的国庆日，也就是上海正式庆祝最后胜利的好日子。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现在提议，我们大家应该为了庆祝最后的胜利干一杯啊。来，干一杯啊。诸位，我提议为我们公司的劳苦功高而又年高德重的庞董事长浩公老先生干一杯。啊，大家干杯。诸位，我还有一个提议，我提议为我们的既聪明又贤惠既漂亮而又好客的女主人何文燕小姐干一杯。好。诸位这样的赏脸，我真是太不敢当了。可是我也有一个提议，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表妹夫他们夫妇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好，他们两个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啊。跟孩子都没有饭吃，您这点冷饭送给我好吗？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哎，这个。谢谢你，谢谢你。看看你。
晚上睡要受凉的，起来。快点回家去吧啊！这包冷饭跟猪骨头带回去跟奶奶煮了吃啊！啊，吃饭啊！刘嫂，刘嫂，来喽，去吧啊！哎呀，这么多白米饭呢、啊，还有肉骨头，我们好久没吃到肉了啊。嗯，真香啊，你闻闻。好香啊。香。哎呀，你受凉了吗？你饿了吧？奶奶马上给你煮碗热饭汤吃。把这根骨头放下去一块熬，好吧？好的，好的。这两根大的嘛，留着。明儿个我到小菜场旁边去捡点菜叶子来，放在一块儿熬，就好吃好几天了。我都快胀死了。上海到底是上海呀。哼，看你的样子真有点乐不思蜀喽。跟谁跳过舞没有？说呀，说呀。没有啊，真的没跟谁跳过舞，那么好人。我的话你不相信，你问表姐好喽。她简直像个乡巴佬，比谁都老实。妹妹，你放心好了。是不是啊？摆在这儿、啊、来来来，请大家吃水果。那给你们俩成对成双啊。表姐真爱说笑话呀。这是笑话吗？一个唐国舞、哎、好了哎，来你们俩表演一个，难得大家今天这么高兴。好了你真是个宝贝。好，我是宝贝，我请不动你们啊。胖好了啊，你凭良心说，大家难得复原到上海来，他们俩应不应该表演一个给咱们大家乐乐？乐乐。应该。好，庞克老既然赞成通过了，那么就请您发表喽。我诸位，
诸位，像今天晚上这个难得的盛会呀、啊，哎，难得的盛会，是应该有个精彩的余兴。哎，余兴，哎，大家不能没有余兴。哎，老兄啊，相声我唱不来呀、啊，还是让我唱独角戏吧。哎呀，好了，你真是个宝贝。先爷，您睡了吧。没错。大家都知道，王丽珍小姐啊，原来就是一个舞蹈的专家呀，而她的先生呢，不用说了，张仲良老弟呀，也是出名的跳舞选手啊。啊，对呀。他们两口啊，就是在闺房里呀、啊，也是天天的蹦跶蹦跶，所以他们的武艺啊，就越来的越高明了嘛。好啊，好，现在就请张仲良老弟跟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给我们表演探戈舞。慢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你在干什么你？我，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生病啊？我没有病。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快说呀！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我的脸？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了啊？你才来了两天，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啊，他是你什么人？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说呀！他是我的。哼，好啊，忠良，我倒要看看你耍些什么鬼把戏。他是你的，他是你的什么？你说，你快点说嘛！你说，说呀！他是我的丈夫。哦哦哦！什么？他是你的丈夫？你是在发神经病吗？你这，我没有神经病。哼，那么你是想要敲诈他点钱是不是？我不懂。你不懂？别跟他多讲，把他拖出去。你这，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你，来来来，把他扶到后面去。慢点，哎，你脑子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张仲良到底是你什么人呢？哎，你可不能随便诬赖好人哦。我不诬赖人，仲良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已经十年，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九岁了。表姐啊，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呐！王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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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们早已经死了。死了，
饭，吃饭。忠良，忠良，不，你不要走，我害怕呀。这不行啊，这。你就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不行啊，不行啊，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呀。怎么出事情？你难道就不怕我也出事情了？哎呀，我的母亲怎么样？我也没问她，我一定要去追她。你，哎，不得了，不得了，可不得了！这东来，东来，东来！怎么是怎么样了？东来，东来！李珍哭得晕过去了，东来赶紧照相了吧？那你赶紧去，抓紧回来呀！他回来，哎，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啊？你赶紧上去吧！就是他哭得晕过去，我不管了。怎么行啊？那怎么可以呢？东来，东来，你怎么还不上去？天哪，这叫我怎么办去？这要我的命吗？李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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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珍啊，你醒一醒，醒一醒啊！干爹，我后悔没有听你的话，我终于受骗了。我要你替我做主，替我出这口气，要不然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我，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吗？好，好，王丽珍不是好惹的，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快要戒严了，我们走喽。哦，对了，快要戒严了。好，丽珍。你好好的歇歇吧。明天晚上我请客，你要来呀。冷静。你们好好的招呼你们小姐。您放心好了。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狗，饶了我吧，丽珍呐！但愿我们永远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好，生生世世都能这样生。真的，不要这样好不好呢？你要什么，我通通答应，全都给你。那么你那个小箱子到底给我不给我？我当然给你，钥匙全在这儿了。好了好了哈、啊。还有，你到底跟那个下流胚子的女人到底离婚不离婚？这还用说吗？这个，这还用说吗？你舍得吗？这有什么舍不得呢？这个，你马上跟他离婚吗？当然马上离婚了。你懂个咒！我要是不跟他马上离婚，不得好死。
跟婉华阿姨照的，这上头写的是什么啊？写的有妈妈、哥哥、嫂嫂，还有我，看了，还有我不认识了。咦，他们两个好像很要好的。是啊，他们好像已经成亲了啊。奶奶，成亲是什么？成亲呐、啊，成亲就是结婚呐、啊。啊，我懂。你看见他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自然不认识喽。他跟你叔叔啊一块儿在乡下教书，后来啊给鬼子逼到山上去打游击去了。他们从小就挺要好的，要是真的结婚了，那多好哦。叔叔笑嘻嘻，阿姨也笑嘻嘻，他们一定是结婚了。你也懂了。妈，哦，你回来了。妈，叔叔有信来，还有照片。哦，怎么，你是不是有点不大舒服啊？不，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一点。哦，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啊？是结婚了，是结婚了，是结婚了。哎，你看他信上说些什么？给我。亲爱的妈妈，还有嫂嫂抗儿，我们在离开家乡4周年的那天正式结婚了。妈、嫂嫂抗儿，你们知道这消息一定很高兴的是吗？那还不高兴吗？要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那就更高兴了。他还说什么？我们没有辜负哥哥和大家的希望，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始终在最艰苦困难的情形之下和敌人作战，我们牺牲了许多同乡。老校长不幸也已经阵亡了。啊，是不是老校长也去世了？是的。我们听见胜利的消息的时候都高兴地哭了。妈，我们已经苦了8年了，我们希望就能团聚，一起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哎，谁不这么想哦。我们现在还是在教书，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全有。妈，您不是愿不认识字吗？您将来也可以跟抗儿一起在这念书。是真的吗？叔叔还会叫我们吧。我们空下来就自己耕地种菜，还养了1条牛、4只羊，另外还养了很多鸡鸭，所以绝不愁没有法子生活。哥哥不晓得回到了上海没有，我们都十分挂念他，和在为他祝福。像哥哥那样的孝顺妈妈，跟那样的爱嫂子跟抗儿，抗战一结束，想必早已经回山了。妈，妈，妈，这么好的孩子也真是的，他要是早点到上海嘛，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吃苦了。不，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什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那么他是找不着我们？不。他根本不想找我们，他已经把我们忘了。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你说，你说，你在哪见到他的？妈，妈，爸爸真的到上海了。他到上海1个多月了，他在重庆已经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到上海以后，又跟我们那个女东家勾搭上，他变了，
他不知把我们忘了，而且恨不得我们都已经死。妈，妈，我可怜的孩子啊！不，不会的。忠良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一手抚养他长大的。我的孩子从小就是那么忠厚，那么善良，他绝不会是这样的人呢。孩子，我们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好，那么他在什么地方？走走走，你带我一块去找他去。您看见了就明白了，可是您不要太难过呀。妈，我也去。哎，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相信。走吧，走吧。你让他们上来了没有？他们在底下等着。你去跟他们说，我马上就来。李振，李振。妈，忠良，妈，您坐。坐下呀，妈。我本来马上就要来找你们的，这是抗生吧？是啊，是抗生啊。已经这么大了。康儿，来，这就是你天天想着的爸爸呀。康生，来。忠良，你是不是想丢了淑芬母子？你是不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啊？妈，话不是这样说呀。怪只怪这几年来消息不通，而且从乡下到内地来的人都说爸爸已经去世，你们也都已经，我心里头真是难过极了。算了，不必说了，我全明白了。要能像你说的那样全都死光，那比你活着还要好一些。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了淑芬母子？淑芬是个贤惠的媳妇儿，在这八年里头你一共才寄回来几百块钱，全靠他替你养活你的妈，替你养活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他受尽了千辛万苦，可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他总算对得起你，他总算没有辜负你什么吧。
是你现在已经翻脸不相认了，要丢掉他，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道理啊？就说你的孩子吧，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呀、啊。他常常饿着肚子，冒着大风大雨到街上去卖包啊。有机会，差点就让汽车给撞死了。像他这样一个可怜的好孩子，你也忍心丢了他，叫他一辈子做没有爸爸的孤儿吗？好啊，你哭了。你错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太太谈谈心呢？混账！你忘了你早上说的话吗？哎呀，妹妹，你何必？你说你决心跟他离婚的，你现在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说呀？你已经欺骗我四年了，你还想再欺骗我吗？我有我的难处，我不能说我立刻就……你放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得多伤心呢、啊！你以为我是死人没听见吗？你后悔了是不是？你这个混蛋！妹妹，你不可以！妈，妈，我打死你这个狗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英雄吗？老实告诉你，你当初只是一个臭钱都不值的穷叫花子。我倒要问你，你这身财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现在后悔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哎呀，妹妹，怎么打人呢？妹妹，你好好啊！不，妹妹，不行的，这样要出事情的，我害怕的呀。我是什么人呢？有时我一个人担待，你怕什么？老实说，有他就没有我。除了你有天大的本事敢杀了我，那么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就休想再接近这种不要脸的贱骨头的女佣人。啊啊！什么叫不要脸？啊，什么叫贱骨头的女佣人？难道说佣人就不是人做的吗？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呢？我没跟你说话，你少开口。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好啊，你讲理，你现在的帮佣他们来欺负我来了。哦，我现在就看出你的没有良心了，这只怪我往里真瞎了眼睛，把你这个畜生当做人看待。你既然看我不顺眼，我就死给你看了。妈妈，姑娘，你要是这样，还不如先让我先死。妹妹，不要这样啊！好了，你听我说呀，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哎呀，怎么样？忠良，你们娘这样，妈，妹妹。吃过东西，却给妈买个大饼来。妈，我还没有吃过东西啊。
不得了了，有人跳江了，快救人呐！快救人！跳江了！年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你们下来吧。下去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孝子。可怜啊！妈，我们指望你回来了，一家子可以过太平安逸的日子。想不到现在变成了一场梦啊，一场那么惨的梦。人命关天，这可怎么办呢？他自己找死，我们又没碰他一根汗毛。我怕忠良从此就变了心。他敢，哼，只要干爹一句话，立刻就要他的狗命。你爸爸给鬼子在大树上吊死了，死的时候多么惨啊，一村子的人全哭了。现在淑芬又被你们逼死了，你快跟喇叭催他回来。好。可怜的是我们还没有死，我们还活着，活着在受着无穷无尽的罪。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妈，